吧。我不知道，他觉得他的秉烛飞蛾和软弱，像他这样的人，你需要阻止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我们会想到办法的，行吗？我保证。不，我们必须赶在圣三一之前到达隐秘之城，找到女盒子。好吧，可是我们要先把这些人弄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再去找盒子。如果不先拿到盒子，就不会有人安全的。我必须要走了，因为只有我能够。只有你能够什么？你根本不确定这是你的错，世纪不是围着你打转的，劳拉。可是这里的人需要我们，我们现在就有机会做点好事。再说了，我们还有什么线索？凭谜语，要去隐秘之城，光靠什么白色的鱼和银色的皇冠可不够。我会去帮助这些人，然后再去找飞机。我想我们要找的可能是一座火山，银棺也许指的是一团火山云。我实在是忘不掉之前的那些人，他们失去了一切。谜语中说，追寻巨蛇之心，找到佩戴银冠的大山，双子就在那里会面。我想知道双子指的是什么。这场风暴看来不太妙，就是点小雨。我们搜寻那座云雾缭绕的山吧。云雾缭绕的山，就算找到了，该怎么判断我们找对了呢？直觉，这是我们唯一的线索。壁画上说还会有更多的灾难，要帮助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阻止他，阻止圣三一。好吧，可是你怎么能确定呢？约娜，我拿起匕首的时候感觉到，你是说海啸带来的震动比那更强烈？我感觉我唤醒了什么。我知道这不现实，我知道这很难相信，但你要信任我。我们要相互信任。哎，我好像发现了什么。真的，就是这样。我讨厌这样的风暴，可以早上再过来吗？就差一点了。我猜一点乱流阻止不了圣三一。女的，有地方可以着陆吗？我可以把你放在库阿库亚。就这样。会派上用场，这个之后会有用的。
到他们。是佩戴银冠的大山，我越来越近了。有人在那里，我得过去。没想到这场风暴会如此猛烈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应该听约拿的，事先考虑清楚。我真不该拿那把匕首，但也不要再有人受伤了，但愿其他村庄不会再遭殃了。我得赶紧去阻止这些灾难，不然就太迟了。追踪者，释放者，巨型者，勇士技能，是学哪个技能？追踪者和释放者吗？自动掠夺暗杀的敌人，那可拥有制造线、诱导线引诱，不说了，制造诱导线，那好久没有了。飞机的部分残骸掉在这里，装备都在货箱里，我要把它们从树上先取下来。没准能在残骸里找到方里的碎片。用工具才打得开。有工具。这是什么？他掉水里。这能找到什么？能找到？到了。
东西。你把刀给，我都给你刀，刀啥刀？可以用，但是还不够。就是这个，但我还需要一些。要的东西都到手了，该回营地了。接下来我们去献魔笔，应该够锋利。好像还有东西压着呢。为什么我不把所有的装备打包在一起？这一堆剑怎么能成为问题？
谢谢广大。剪辑：小腻。拍摄：小腻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